哈喽，Hello,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由民进电视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节目《民进要报》。中共十一月份的时候开六中全会，提高全党的斗争能力。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指出，中共的政治局在八月三十一号的时候开会决定，十一月份的时候将在北京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会议除了依例进行政治局工作报告之外，还将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中共的 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指出，八月三十一号的时候，由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的会议，除了做出了上述的决定之外，还审议了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七轮的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以及讨论其他的事项。 根据报告指出，会议认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之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 同时，总结经验也是推进中共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的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中国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会议还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 从党的百年奋斗当中看清楚过去中共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中共怎样才能够继续的成功，从而更加坚定自觉的。 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外，该会议还提到，现在中共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会议还表示，时代是出卷人，中共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一定要继续的考出一个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再来看一下北京定“劫富”的标杆，年入五十万为高收入。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指出，中共的财经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提出了。 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的回报社会。不过，会议并没有为高收入以及过高收入提出标准。而中共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在八月三十一号的时候报道指出，年收入五十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高收入的家庭。《中国经济周刊》题为《共同富裕新路径》，多高收入会成为调节目标？ 《标报》道指出，二零一九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的局长宁吉喆曾经表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之间。报道指出，言外之意就是年收入五十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高收入的家庭。不过，报道也引述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的所长杨一勇的话指出。 高收入是相对的，一般来说，超过当地平均收入三倍的人就算是高收入。关于过高收入一词，报道指出，学界以及官方尚没有对过高收入确定一个标准，但是在经济领域，一些相似的概念或者可以提供参考。例如，招商银行的联合贝恩公司发布的《二零二一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二零二零年中国可投资资产在一千万元以上的中国净高值的人群数量达到了二百六。 十二万人，预计到二零二一年底，中国净高值人群数量将接近三百万人。而胡润研究所发布的二零二一世贸港珠澳口岸城。 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拥有十亿美元的企业家达到了一千零五十八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一千位已知的十亿美元企业家的国家。报道又指出，基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探索税收制度改革被视为消除共同富裕障碍的突破口。中国人社部的原劳动工资研究所的所长、中国劳动学会的特约研究员苏海南表示，对于高收入者个人。 所得税一定是应征竞争，要征收到位。财产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应该进一步的优化调整，不能够只按照固定的百分之二十的税率来征收，还要适时的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等。 报道又指出，关于房地产税，目前已经在上海、重庆等地进行了试点，开征只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于遗产税和赠与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学会的委员会主席宋小武认为，目前中国具备了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条件，建议“十四五”期间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这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吉利汽车赠员工一点六七亿股，响应共同富裕。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为了响应共同富裕的号召，中国的国产汽车龙头吉利公司在八月三十号的晚上宣布，计划向一万零八百八十四名的员工授予约一点六七亿股的股份。按照八月三十号的收盘价，平均每名员工将可分到港币四十三点一万元。中国在六月十号的时候发布了支持浙江省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之后，七月三号的时候，浙江的吉利控股集团的董事长李书福。 和员工代表吕易聪共同发布了共同富裕计划的行动纲领，并且称这是积极的回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使员工共同富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紧密融合、相互促进。综合中国内地媒体《每日经济新闻》、中经经纬等一些媒体的报道指出，在香港上市的吉利汽车在八月三十号的深夜，在港交所公告指出，董事会通过了一项总额不超过三点五亿股的股份奖励。 计划，并且根据该计划向一万零八百八十四名选定的参与者奖励约一点六七亿股的股份。根据公告，吉利汽车这项计划旨在鼓励或者激励对象继续为集团的长期的增长来做出贡献，从而提高公司以及股份的价值，对股东有利。 同时吸引和挽留有利于集团成长和发展的优质的员工。官方的资料显示，吉利汽车现有员工近七万人。这项股份奖励计划约有三成的员工受惠。吉利汽车在八月三十号的晚上发布了该消息之后，在八月三十一号的时候，股价收红，涨幅达到了百分之四点四六一。 报收二十八点一元，市值达到了两千七百五十九点六一亿元。根据八月三十一号的收盘价，吉利汽车赠予员工的一点六七亿余股，市值约四十六点九三亿元，平均每名员工可以分配到约四十三点一万元的港币。 根据财报，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吉利汽车营收为人民币四百五十点三亿元，比去年同期成长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三零，净利润为二十四点一亿元，成长了百分之三点八四。在销售方面，吉利汽车上半年的总销售量为六十三点零二万辆，成长百分之十九，完成了二零二一年全年销售目标一百五十三万辆的百分之四十一。 谢谢您收看民进新闻台，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的 PayPal 链接支持我们。 再来看一下保巨额收入，英国多所顶尖大学包机接中国留学生。来自英国媒体的报道指出，由于担心全球旅行限制可能会导致损失掉数亿英镑的海外留学生的学费，赶在下个月的学期开学之前，英国多所顶尖大学正在包机接走中国留学生。报道表示，这些大学担心从海外留学生那里获得的收入可能会因为学生的旅行限制而受到影响。 这些学费收入可能超过十亿英镑。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指出。 超过五十所英国大学，包括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布里斯托尔大学以及埃克塞特大学等一些属于罗素大学集团的名校，已经包下了四个航班，以便接送约一千二百名的中国留学生，保证他们可以及时的入学攻读学位。此外，英国高校正在安排希斯罗机场以及英国各校区之间的机场的接送，同时也在安排学生的住宿以及食物的供应。根据目前的防御措施，学生在抵达。 学校之后需要隔离十天。英国大学联合会国际部的主任威恩·斯特恩表示说：“对于留学生占比比较高的英国高校来说，航班供应是一个大问题。” 他补充表示，大学还需要应对那些在课程开始之后无法来到英国上课的学生所面临的问题，将提供网络教学和多个开学日期的选择。报道表示，目前约有二十二万名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学习，在罗素大学集团当中，每十个学生当中就有一人是中国人，他们给该大学集团带来了近五分之一的学费收入，每年约十三亿英镑。格拉斯哥大学约三分之一的学费收入来自中国留学生，利物浦大。 在二零一九年，约五分之一的学生是中国留学生，给学校带来了约九千万英镑的收入。据了解，留学生每年支付的学费高达三点五万英镑，是英国本土学生支付学费的近四倍。国际教育组织表示，除了已经预定的四个航班之外，正在安排更多的航班以满足需求。 再来看一下，中俄威胁太紧急，拜登表示撤离阿富汗很明智。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在八月三十一号的时候捍卫阿富汗撤军决定，表示这是成功的行动，也是正确明智的决定。世界正在改变，美国正面临着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与威胁，也遭逢了网络攻击和核扩散的问题。这是拜登在美军在八月三十号正式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首度公开发表演说。 在约半个小时的演说当中，拜登尽全力的捍卫阿富汗撤军行动，只称这项行动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归功于美国军方、外交人员、情报人员的技能、勇敢以及无私的勇气。对于外界质疑定定八月三十一号为最后的撤离期限的决定，拜登反击指出，这不是任意决定的期限，目的是在拯救美国人的生命。他也表示90，百分之九十想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人都能够离开。 美军最终撤离约五千五百名美国人。对于仍然滞留在当地的美国民众。 拜登表示，没有最后期限，只要他们想离开，美国会致力协助他们离开阿富汗。拜登也再度的誓言会继续的追捕日前在喀布尔机场附近发动了恐怖袭击的呼罗珊伊斯兰国。拜登表示，我们还没有完。他誓言会采取强硬、无情、有针对性且精准的战略。拜登并且警告，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正在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与俄罗斯的多重挑战，还遭逢了网络攻击以及核扩散问题。美国。 可以同时做到打击恐怖主义，因应现存并且在未来将继续存在的新的威胁。另外，他也表示，在这场竞争当中，中国或俄罗斯最希望的莫过于美国在阿富汗陷入另外一个十年困境。拜登最后表示，拒绝再一次让另外一个世代的美国儿女参与这场早该结束的战争，撤军是正确且明智的决定，是对美国最好的决定。 再来看一下耿爽叫板国际部队，说还阿富汗乱局一个清白。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说，美国国防部在八月三十号的时候表示，美国已经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的任务，最后一班军机飞离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 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副代表耿爽却表示，外国部队过去二十年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绝不能一笔勾销。耿爽在八月三十一号的联合国发言时指出，阿富汗近期乱局从外国部队仓促无序的撤出有直接关系，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而是反思纠错的开始，必须继续的予以追究。 美国最后一班 C 幺七班机于格林尼治时间八月三十号的晚上七点二十九分起飞，离开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也象征着美国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麦肯锡坦言，无法让所有想走的人离开。这次的撤离让人心碎。另外，阿富汗的民兵组织神学社则在这架 C 幺七离开之后，朝天空鸣枪庆祝美军完全撤离。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的 PayPal 链接支持我们。